请掀开经本第二十四页，二十四页第六行，第六行。那么在这一品里面呢，是第八章啊，就是第八段。四十八愿里面就是第十五、十六啊，第十五是寿命无量愿，第十六啊是声闻无数愿。我们看经文：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这个是阿弥陀佛自己叙述的啊，自己叙述的，说过中声闻天人无数，这是指十方世界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之多，也是无量的寿命，一切无量。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啊，因为佛寿无量啊，那是当然的，当然之理。我们最关心的，像我们只是待业往生，待了一生的罪业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寿命如何呢？那有多长呢？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跟阿弥陀佛寿命相同，都是无量寿。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古德讲啊，这是净土第一德。如果没有无量寿，说实在的话，西方世界就不能算殊胜。最殊胜的地方就是寿命长。寿命长，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到圆满，所以称它叫第一德。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这个后面是个比喻啊，假设，当然不是真的啊，假设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这就多了。这个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像前面我们说过，如果依黄念祖老居士的说法，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要算我们今天讲银河系来讲呢，是一百亿个银河系。你想这个数字多大啊？这里面所有的众生啊，这底下也假设通通都成了圆觉，圆觉是辟支佛，地位比阿罗汉还高啊，神通当然比阿罗汉要大啊。这假设这个大千世界的这么多众生通通都证得圆觉了，人数多，前面讲的人数多，地位高，智慧神通大，与百千劫，这是讲的时间之长，他们共同啊，这些人共同来计算，来较量啊，这个既是计算呢，较是较量啊，就是比较。
若能知其数量者，不取真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发明可以说科技到顶点的是电子计算机，拿这个东西去计算呢，也没有办法，也算不出来。这是说明啊，西方极乐世界人数之多，这个人数啊，什么时候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啊，去了这么多呢？给诸位说，通通是十界之内，因为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才十界嘛。十界之内，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里面，那个善根深厚的众生呢，通通都移民到西方世界去了。啊，这十方世界移民去的啊，去的人数啊这么多，那个世界越大，不可思议的庄严。一般讲，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的根本也在这一愿的里面，那个根本就是无量寿。再看第九段，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众，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真觉。这一愿与我们的关系啊非常重要。西方世界再好，如果没有人给我们介绍，我们还是不知道。啊，纵然我们具备往生的条件，要是遇不到这个法门，也是枉然。啊，这个生呢，还是要空过，一定要有人介绍，有人宣传，有人给我们推荐。那这是什么人呢？这十方诸佛。啊，这一愿也兑现了。所以十方啊，所有一切诸佛跟众生讲经说法了，这个所讲的经论不尽相同啊。为什么呢？佛讲经叫应机说法啊，不适合根系的佛就不会讲啊，应机说法。可是这部经呢，这个法门是所有一切诸佛我通通都要讲啊。是为什么原因呢？它能够适合一切根基啊，这就殊胜了。所以每一尊佛出世，我们要问佛，佛出世在世间他的目的何在啊？换一句话说，他为什么要到世间来？像这些问题啊，我们自己要是一个头脑清楚清醒一点的人啊，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我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我来干什么的？你要常常有这个问题存在心里啊，你就容易觉悟了啊。你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啊，佛来干什么的？佛是来帮助众生的。啊，帮助什么？帮助众生成佛。这是佛真实的目的。你要说佛来
帮助你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很笼统的一种事情。啊，离三恶道得三善道也是离苦得乐。啊，离六道轮回得小乘阿罗汉辟支佛也是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一句话很笼统。啊，佛真实的目的是要帮助大家在这一生当中立刻成佛，这才是他主要的目的。因此佛对众生所说一切经论法门，是以成佛这个方法为第一法门。哪一部经，哪一个方法是一生成佛的法门呢？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这个三经。啊，这个三经是专讲这一生成佛的方法。所以这种经典是佛讲经说法的第一经的。这个法门你听了怀疑，不相信，不愿意接受，那佛在适合你，你需要什么他在跟你讲什么。啊，我不想到极乐世界去，我来生还想做人，做一个富贵人，好，佛就教给你这个方法，满你的愿。哎，这个愿太小了。所以佛说法应机说法，一切众生你希望什么他都可以帮助你满足你的愿望。可是一切众生当中真正觉悟了的，他是要成佛了，没有比这个更圆满，没有比这个更究竟。这个法门在这部经里面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无论什么人，你是菩萨也好，罗汉也好，天人也好，甚至于你造作一生的罪业，魔鬼地狱都好，不论善恶，不论敬慧，不论程度高下，不论身份，也不论男女老少，只要你相信，你肯发愿，肯依照这个方法一心念佛，你就能往生。所以这个法门是一个普度众生圆成佛道的法门，真正稀有难得。所以一切诸佛既然出现在世间，目的是帮助大家成佛，怎么能不讲成佛的经呢？那么这个法门也许你们同修也非常乐意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人家听了摇头，不相信，不能接受。那么你心里难过不难过呢？不必难过。为什么不难过呢？诸佛菩萨都不难过，你难过什么？为什么不必难过呢？他成佛的机会没到啊。这是对成佛人讲的，你看看他像不像佛？不像成佛的样子，这个经典给他不要啊。所以弥陀经上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能够相信这个法门，接受这个法门，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同时去做，这是非常稀有的因缘啊！我们在无量界以来也是生生世世修行
为什么没有遇到这个法门？为什么没能往生？这三个条件总巧一个，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总少一个，你就没去得了啊。三个统统具足不容易啊，太难太难了啊！《开经记》里面讲，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法门要遇到，不止百千万劫啊，超过百千万劫太多太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因缘啊，这个因缘实在不可多得，所以设方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宣扬的。这是诸佛称叹，就诸佛称叹，就是诸佛把西方世界一真庄严为我们说明介绍给我们，劝我们往生啊。换一句话说呢，就是讲净土的经论啊，这个赞叹就是宣讲净土的经论。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毁谤正法。那么这是第十八愿，十八愿是四十八愿里面第一重要的大愿啊。它重要在哪里呢？就是把往生的方法教给我啊。如果不懂方法，西方世界是好，怎么去法呢？啊，诸佛菩萨不错，是在宣扬，不断地在宣扬，极力在提倡，但是不懂方法还是去不成。所以古来大德黄老居士注解里面写得很详细，隋唐时候大德纵观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他们在推敲啊，哪一部经是第一呢？啊，最殊胜的法门，中国外国的大德们，这祖师大德们几乎公认了《华严经》啊，公认《华严经》是第一。啊，《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他们说《无量寿经》第一，把《华严》比下去了。啊，为什么《无量寿经》啊在《华严》之上呢？诸位要晓得，《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华严经》就不圆满。《华严》最后的圆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本经就是《华严》的归宿。啊，《华严》到幕后才讲到，本经自始至终字字句句都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它是华严的核心的啊。古人这个看法没错啊，这是把这个经看出来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啊，这经是第一的。啊，我们看古大德，只到此为止。
把这部经选出来了。那么这部经现在我们用的本子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他的本子把全经分为48品，这48品里面哪一品第一呢？我们再找啊，继续不断地找啊。于是乎我们找到第六品第一，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一品。这一篇是48愿的，是这一部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而且这一段经文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不是别人说的，是释迦牟尼佛我作佛事，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的，不是别人说的，阿弥陀佛每一到我们这世界来，他怎么说的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的，释迦牟尼佛转说如同阿弥陀佛自说无二无别，一句话也没说错也没说漏，所以这一章是净土经的中心啊。我们仔细再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净土三经。这三部经里面字字句句都与48愿相应，都没有违背。换一句话是根据48愿而说出来的。所以这一品经是净宗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再看呢，这48愿有48条啊，哪一条最重要呢？不断去找啊，再找到第18。这第18也是古来祖师们公认的。这一愿重要在哪里呢？重要在生念必生。换一句话说，大家念佛了都会念的，对，就阿弥陀佛哪个不会念的？这一句名号的功德几个人知道呢？知道的人就太少了。如果你知道名号功德，你念的跟不知道的人念的效果不一样啊！心境不相同，所以这第18愿是明白给我们宣布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18愿就是叫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明这四个字。那么我们从刚才重金交量得到一个结论，推到最后就剩了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那么再回头来看48愿是什么呢？48愿就是解释这一句佛号的。你要了解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利益，那就是这整个48愿。那么无量寿经全经呢，就是解释这个48愿，是48愿的详细说明。那么古人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就是解释《无量寿经》的。那我们再看现在我们讲的《大藏经》，这部《大藏经》是什么呢？是《华严经》的注解。这个反复
一思维才体会到原来这一句名号展开来就是一部大藏经，一部大藏经浓缩了就是这一句佛号，所以这一句佛号涵盖了所有一切的经论法门，所有一切宗派的心法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华严里面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如果讲专一，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任意是对一般人说的，也就是说对根基讲成佛根基没有成熟的人说的，说任意。如果对成佛机缘成熟的这个人来说呢，要说专一，就不是任意这个一就是专指弥陀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你要是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你自自然然死心塌地抱住这一句佛号，不会发生的。这个佛号提不起来，提不起来，没认识清楚，不知道它的好处虽然听说很好，究竟好到哪里不晓得。真实的好处要真知道了，那你就会抓住不放。我们看这段经文。摩诃佛是十方众生，说十方众生就包括我们在内，我们是十方众生之内，不是之外的。闻我名号，名号就是阿弥陀佛或者加南无六个字，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那么真正的名号呢，只有四个字这个各位要知道四个字是佛的名号，南无这两个字是梵语，它的意思是皈依的意思，恭敬的意思，礼拜的意思要完全翻过来呢，就是皈依无量寿佛这是翻成中国的意思，所以它是皈依的意思。从前莲池大师在世的时候，各位看这个住窗随笔，莲池大师的笔记里面写的有一条，曾经有人呢向他请教，问他你老人家教人念佛了怎么个教法？我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别人就问他了，你自己怎么个念法？他说我自己念阿弥陀佛。别人就奇怪了，你教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你自己念阿弥陀佛不加南无，这什么意思呢？他老人家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真信，我真愿，我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所以我只持名号就可以了，那个恭敬皈依都是客气话了，不要，所有一切客套啊统统免了。教别人为什么六个字呢？他未必想往生，加个皈依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呢，结个善缘呢，将来多生多劫以后，他想往生了，这个种子会成熟，是这么个道理。莲池大师讲的很有理，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念法呢？如果想这一生往生，客气话就不要了，不想去啊，要讲南无，很重要啊，要对他有礼貌，要有恭敬心，这是修福啊。真想去啊，所有一切客套都免掉，完全听话啊。佛教我们至诚名号，名号上没有南无，那就对了。智心信要，这里关键两个字就是智心。智心就是真心、诚心、真诚之心，相信这个现实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完全就是百分之百接收佛在经典里面的教导啊，佛教我们做的我们都照做，佛教我们学的我们通通就学，佛教我们到哪里去怎么就去，完全听顺佛的教训，这叫智心的信要。这个要念去身啊，是爱好的意思，那、啊、也就是喜欢啊。你相信，你喜欢，非常喜欢极乐世界啊，非常喜欢这一个法门。所有善根，善根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智持名号啊。我们每天这个念佛，实在讲念佛呢，在我们一般凡夫来说，念的是越多越好。你要说为什么？因为不念佛的时候，你就念六道轮回啊。哎，也许你说我没念六道轮回啊，你满脑子贪嗔痴慢是非人我，那就是六道轮回啊。所以说不念佛了，他就打妄想啊，不打妄想呢，就落在无明里头啊。可见的不念佛的时候，你不是落在无明，就是落在妄想里头啊，落在无明跟妄想里头，就是在造六道轮回的业，这很可怕。所以轮回不容易超越，道理在此地啊！啊，我念这句阿弥陀佛，这句阿弥陀佛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没有妄想。我也没有无明啊，清清楚楚的，并不糊涂啊。所以这一句佛号不但是破妄想啊，也是断无明，这个作用实在讲不可思议啊。何况这句佛号你只要一念佛，前面我们读过，西方世界每一个人，不要说是佛菩萨了，啊，就是下下品往生的人，他们的能力，前面念过的这个经文，天耳彻听，天眼洞视，他心辨知。我们在此地念这个佛号，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都听到了啊，阿弥陀佛也听到了。西方世界人数之多，刚才我们念过了，没法子计算，我通通知道。你一念这句佛号，佛欢喜，西方世界所有人都欢喜啊！为什么呢？你马上要成佛了，
欢迎你快快来参加我们的团体。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他欢迎你来嘛。不但西方极乐世界主办欢喜啊，再给诸位说，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欢喜。啊，为什么呢？佛的心愿希望众生快快成佛，看到你眼看就成佛了，他怎么不欢喜？所以这一句佛话的时候，诸佛护念啊，诸佛护念，那些护法神菩萨哪有一个对你不尊敬的？这一定道理嘛。哎，你今天学佛为什么遇到很多魔障啊？魔来欺负你啊，魔来扰乱你。说老实话，是你心不清净，你的心没有决定，忧郁不决，跟诸佛菩萨没有感应。魔看到你就给你开开玩笑嘛，戏弄戏弄你嘛，是这么来的。如果你真正有坚定的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魔不敢扰乱你。那一种情形呢，魔看到你赶紧走，远离你，不敢沾你的边。第二种情形呢，魔转过头来发心了护法，他对你恭敬，对你佩服啊，他尊重你啊。可见的，我们要想自求多福，只有一个方法，老实念佛啊。问题就是你老不老实啊。所以老实啊，就是一心称念啊，这叫老实。那还有三心二意，那就不老实啊。念佛还要想别的，那就错了。我们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是乱世啊，苦不堪言啊。无论是哪一个地区，没有一个安稳的地方啊，灾难很多啊，是我们往往是意想不到的，不能够预测的。了解今天的处境，认清楚这个处境，你的决心就会下去。为什么呢？除了这一个方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啊！而且这个方法呢，它真有效啊，真稳当，真快速，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二六时钟就像一天到晚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善根，真实的善根，不可思议的善根。一有机会，我们总想着报佛恩、报众生恩。这个回向偈子里面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也要尽心尽力去做。怎么个做法呢？把这个经典法门介绍给别人，推荐给别人，这就是上报四恩，下济三苦。这是上求下化，与佛的心愿完全相同。
啊，所以这个经典我们印的很多，我们不断的在印，月月都在印。啊，你们同学拿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哎呀，我拿的好多了，不好意思。你这个观念就错了，啊，希望你多多去拿，啊，拿得出来送给有缘的人，介绍给他。啊，他不要呢，不要也没关系，不要他看了一下哦，这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他阿赖耶识种子种下去了。啊，我们目的也达到了，原因嘛，现在不能接受，我知道你多生多世之后你会接受，为什么呢？你阿赖耶识有这个种子。啊，所以我们还有这个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南无阿弥陀佛。啊，我们有中文的、英文的帖子。啊，你们在家里面，你家门口可以贴，凡是从你家门口过一下都会念一遍的。哎，你就漏了他了。哎，你们的这开车，车的前后都可以贴。啊，你这个车停在停车场，人家左右邻居看都会念一句啊，哎，你也渡了他了，方便有多门呐、啊！这都是符合四十八愿度众生的愿望啊，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做。我们借这个讲堂，你看我们进来的时候呢，挂了一张佛像。啊，凡是走进这个教室的，他一定会看到佛像，阿赖耶识就种了种子。啊，如果同学你们有开店的，你那个店里面也可以挂几张佛像，啊，顾客到你家买东西了，你也通通都做了操。你们要做广告，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可以做在广告里面。啊，这个不需要多花钱，那加六个字就行了。哎，人家看到这个广告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只要我们留意呀，我们为一切众生介绍这个法门。啊，推荐这个法门不难做到，随时随地都做到。啊，在台湾现在更普遍。啊，早年呢，这个佛教刚刚在校园里面推行的时候，同学们学佛偷偷的学，不好意思啊，啊，怕别人笑话。啊，民国五十二三年的时候，啊，但是五十一年的时候开始了，晨曦社第一个成立。啊，我遇到很多同学，哎，在学校里不好意思，啊，我就告诉他不要不好意思。啊，你这不好意思，很多的这个善根呢不能够培养，很可惜。啊，在学校里面。念书的时候手上挂一串念珠，你的同学一看到你一定阿弥陀佛，你看他自动就念一声阿弥陀佛。啊，你没有去叫他念的时候，一天不少多少人看到你念阿弥陀佛，这多好呢。啊，我教过不少同学啊，手上带念珠啊，你们的课本，一般人课本上都写个名字吗？你不要写名字，写阿弥陀佛。哎，你的同学看到那书阿弥陀佛都会喊你。啊，那么这就是所有善根啊，自行化他的善根。
信心回向啊，真诚的心，纯疑之心啊，回是回转头来，我向一个方向啊，什么方向呢？往生极乐世界。我只有这一个愿望，只希望达到这一个愿望，这叫回向。愿生我国，往生西方的条件是信愿行。你看他的心具足了，愿具足了，下面乃至十念，这个十念是行的念佛啊，三个条件统统具备了。深念呢，此地是讲的临终啊，临命终时，深念一念都能往生。可是临终的时候，有几个人会念佛？啊，所以千万不能会错了意思。临命终时，生念可以往生，现在不念没有关系吧？哎，到临终时候再说吧。还来得及吗？啊，这在理论上讲讲得通啊，可是临命终时问你，你有没有把握在那个时候会念佛呢？我们看到许多生病的人，病中的时候神志不清，家亲眷属都不认识，这个时候你叫他念佛难了，给他助念都达不到效果。所以临命终时，这个生念一念往生的，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临终那个时候头脑要清楚。 你会不会清楚？不迷惑，这很难的，这个这是大福报啊！啊，临命终的时候，他一点不糊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果然他是这种现象啊，他要是没有因缘遇不到佛法的话，这个人不会堕三恶道。啊，我们俗话说，好死好生啊！他那么清楚，他怎么会到恶道投胎？这不可能啊！为什么到三恶道投胎？是糊里糊涂去的，哪有清楚的人会去堕畜生做恶鬼？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一点很难啊！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临终有人提醒你啊，没人提醒你，你不知道这个法门了。或者你知道到这个时候忘掉了，这叫助念，要有善知识提醒，这个时候教你，赶紧念佛，劝你念佛，求生净土，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你听了之后一点怀疑都没有，马上去接受，立刻就念就求，这个人决定往生。这三个条件，古人讲啊，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啊，因此决定不能侥幸啊！
我们平常一天到晚的念佛干什么？就是为了临终了一念，就怕那个时候忘掉啊，好像打仗一样，天天在练兵啊，练了干什么？就为了那一天的时间呢、啊？啊，临命终时那一刹那，那是胜负啊！所以平常要认真，临终才有把握。啊，平常要放下，啊，把这个生死要看得淡，不要怕死。啊，到临终时候一怕死，佛号都忘掉了，人家提醒你，你也不肯念，为什么呢？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啊，那就坏了，大事了。哎，这个就要又要堕轮回了。啊，为了临终的时候一点恐怖都没有，用什么方法来训练自己？每一天晚上睡觉啊，想着我就要死了，那天天想死，天天想见阿弥陀佛，这一天果然想到了，快乐啊，怎么会恐怖呢？没有害怕了。这个方法好，好得很呢、啊。哎，我每天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就想到我要往生了。哎，所以你对于这个生死就不在乎。生病啊，不要看医生，看医生干什么？啊，一生病就求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去花这些冤枉钱找医生，医生也未必高明，你这小病被他治成大病，大病把你治死了，这医生不可靠啊！尤其现在医生道德观念很差啊，决定不要找医生啊，找阿弥陀佛啊，这是最靠得住的啊，最可靠啊，所以念念心里想着极乐世界，念念想去，这个我们这三个条件就真去做。佛号决定不能忘掉。如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工作需要用思考的，我们佛号就放下，认真去工作。工作完了之后了，工作放下，佛号就提起了。念佛什么都不想，工作的时候也不要想佛号。你工作也做好了，是佛号也念好了。千万不要是念佛的时候想工作，工作的时候又念佛，结果两样都抓不好。佛也没念好，是工作也没做好，那就错误了。那么这个是很要紧的方法，所以这个念佛在平常啊是多多益善，念得越多越好。黄念祖老居士往生呢，你们许多同学都知道了，他在往生前两个月，他全心全力念佛，一天念160,000声佛号。换一句话说，睡眠的时间都很少，两三个小时的睡眠，全心全力在念佛，这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做一个示范。那么我们在国外受生活环境种种的限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念佛，怎么办？最低限度，也就是最重要的，早晚课不能缺。早晚课的目的，养成念佛的习惯，这很有用处。
到时候他自然就念佛。如果时间不够用，就用生念法。生念法不要很长的时间，任何时候任何处所都可以念。你供的有佛像，在佛像面前念；没有供佛像，祖师教给我们面向西方，恭恭敬敬的合掌称念，那就好。所以的的确确是很方便。这个生念呢，是静一口气叫一念，一口气叫一念，念十口气。这个时间不需要很长，早晨起来洗了脸漱了口，面向西方，家里没有供佛像，面向西方合掌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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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一口气叫一念，一念当中念多少声佛号不拘束那没有关系，念十口气，晚上在睡觉以前，时间都很短要养成这个习惯这个是最简单的早晚课。如果一生当中一次都不缺，也符合本经所讲的一向专念符合这个经上的要求。那么这个作为定课，定课之外呢叫散课，散课就是你想起来就念，那个不需要计数的所以定课跟散课不一样，定课是正修，是修定，散课呢是助修，叫善根，此地讲的善根。那么这是佛在此地讲的临命终时乃至生念，这个临终生念不是平常这个生念法，就是十句阿弥陀佛这是讲临终的时候他这个是讲十句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这静一口气叫一念，不是的这临命终时生念就是十句佛号，若不生者不去正觉这个决定往生。唯除忤逆诽谤正法，那么这个后面呢这两句话要注意，如果他造的有忤逆罪，不毁谤正法，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很清楚，如果毁谤正法，他根本不相信嘛，不能接受嘛，那他当然不能往生。这不是佛不帮他的忙，是他自己不能接受他不相信，他不愿意念，那这个没法子。所以关键是在最后这一句，凡夫往生应有总有两种，一种是平常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而往生的，像我们现在都是走这个路子欧耶大师说过了，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信愿之有物，你是不是真信真愿，真信真愿，这是往生最重要的条件。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品位高下，那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功夫浅的，我们常讲的功夫成片，这就是功夫浅的。啊，什么叫成片呢？心里面的佛号已经成了一片，除佛号之外没有其他的念头，这叫一片，这叫成片。啊，为什么不叫一心呢？你那个贪嗔痴那些烦恼啊没断，不叫一心啊，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悔啊，虽有它不起作用，因为你这个佛号啊一句接一句，有那个东西啊它不成作用，这叫成片啊，这个条件就决定往生啊，这叫待业往生。假如烦恼断了啊，这个贪嗔痴慢见识烦恼断了，那叫四一心不乱啊，这个功夫就深了，深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如果更深的功夫呢，这就是破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呢，那叫理一心不乱。所以这个一心不乱有三个等级啊，理一心这是功夫最深的啊，往生西方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所以品位高下是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不在多少啊，是在功夫前身。那么这些我们都必须要知道，要认真努力训练啊，日常生活当中要看得淡，无论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越淡越好啊，将来往生的时候没有牵挂没有累赘，这才能得自在啊。叫你看得淡不是叫你不负责任啊，那你不负责任那又错了啊，那把佛法的形象啊破坏了，你世间就不能修佛了。你看修佛你家都不要啊，儿女都不要了，父母也不养了，那不仁不义，是不忠不孝，是这把佛教形象破坏了啊，这个我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是世间所有一切责任我们做得比不学佛的人还要圆满，心里头没有牵挂啊，这个放下是叫你放下心里的牵挂，你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要做得更好，这就对了。换句话是用清净心来处事待人接物，清净心就是真诚心，你这样学佛这个世间人对你会敬仰，学佛的人确确实实跟一般人不一样。那么再看底下一愿，第十九愿闻名发心，二十愿是临终戒，
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呢，就是第十九愿。十九愿也非常重要啊，因为在这部经里面，佛教给我们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方法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第十八愿呢，就是一向专念；第十九愿呢，就是发菩提心。啊，所以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啊。啊，那么什么叫菩提心？佛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三种心，啊，菩提心的三种心。第一个是至诚心，就至诚、真诚到极处，这是菩提心之体，啊，本体。有体当然有作用。作用呢有两种，一种叫身心，一种叫回向发愿心。啊，身心是自受用，就是对自己的；回向发愿心呢，是对别人的。所以这个作用啊，这个真心起用啊，有自受用，有他受用。用什么心对自己，用什么心呢对人啊。所以这是三心实在呢，是一心，有体有用啊，有体有用。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给我们讲的菩提心名称呢，跟观经上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啊。他说第一个是直心，啊，直心就是观经上讲的至诚心。那么第二这个自受用啊，他也讲的身心，这是两部经上讲的一样。第三个呢，就是他受用啊，他是讲的大悲心，啊，就是大慈大悲。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回向法愿呢，就是大慈悲心。那么这是经论上的解释。要细说这个三心呢，我们最简略的介绍也要讲三天啊，那就太费事了啊，我们的时间不够啊。那么诸位要知道呢，古来祖师大德们的注解很多啊，可以找到这些参考。偶益大师讲的最好，在《弥陀经要解》里面所说的啊，他老人家说，什么是菩提心？你真正发愿求生西方世界，这个心啊，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好懂啊，他说的确实有道理。因为我们从净土圣贤路上看，从往生传上看，从现代许多念佛往生瑞相上去看，确实有不少啊念佛往生的人啊，尤其是居住在乡下的老太太，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你问他什么叫菩提心，他不知道，但是他念佛往生了，他站着走的，坐着走的，
告诉家里佛来接我了，我跟他走了，这真的往生了，一点不假啊。那往往我们就怀疑他没发菩提心怎么去了，原来他一心一意求生西方，这个心呢就是真实的菩提心。欧耶大师跟我们道破啊，回过头来再想想欧耶大师这一句话，跟祖师跟经典上所讲的确实是相同的啊。所以说真正觉悟了啊，真正发愿求生了，然后再修诸功德，这是真正发愿之后他的行持处事待人接物自然不一样。没有发菩提心之前，就是世间一般人起心动念第一个想到自己的利益，对于这个标准啊，我给人交往，哎，对我有利的我给他，没有利的远一点啊，就排斥。真正发了菩提心，念念是为众生着想，把自己忘掉了啊，念念如何利益众生啊，用什么利益利益众生呢？把这个法门呢经教啊介绍给他，推荐给他啊，详尽方法的时候送给他，让他欢喜接纳，绝对不为自己利益啊，全心全力啊就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刚才我问了，我们冷静想想，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如果要想通了，认真去干了，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就是宣传这个法门的，自己决定往生的，就来干这个的啊。除这个之外，其他这个世界上与我都不相干啊。所以这个世间一切事情我都可以不必知道啊，你的心自然就清净。今天的全世界啊，人人都喜欢看电视啊，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电影、歌舞，都是搞六道轮回的，与我都不相干的啊。所以我们一概不必要，我们二六时中念阿弥陀佛啊。如果你有家庭，家人也喜欢这些，怎么办呢？你也不能排斥，排斥你一家不和了。他看呢，你也陪他看。他看看电视，心就被画面上转了。你在这个学如如不动，你在这修行啊，你看那个影像在变，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我在练功。同样嘛，我们坐在一起嘛，个人受用不相同啊。他搞六道轮回，我们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又不冲突，欢欢喜喜在一起，哎，个人搞个人的。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立不是躲得远远的，不是，就在一起，我心里头不执着。啊，这是叫立一切相，立心里头那个染着相啊。啊，不是叫立外面的境界相啊，在立外头境界相，佛也不会来度众生了。是佛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干什么了啊？所以立心地里头的这个染着相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
啊，对所有境界通通不执着，你说这个多自在啊！所以纵然是看电视，纵然是参加过午，也是在那里修定修慧，定慧等觉啊，那是道场啊，过午天是道场啊，一定要懂得，要认真修学啊！如果一念差错了，把那个当作欢乐场，堕落了，马上就堕落。所以要真正觉悟，这个菩提心就是正觉之心。那么你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这个六波罗蜜是菩萨修学的六大纲领。啊，第一个是布施，布施是放下。啊，万缘放下。放下什么呢？你心里面一切妄想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烦恼放下，忧虑放下，牵挂放下，这叫布施，把这个都布施掉啊！所以千万不要会错意思哦，布施大概佛教里头啊，我们要出点钱出点力就布施，你把意思搞错了，哎，那个无关紧要啊！你要把你的分别执着妄想放下，这才重要。要把它卸掉啊！让我们心里头只留一样东西——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舍掉，这叫布施。持戒呢，是守法。戒是法方法的守法。守什么法呢？佛在这个经里面教给我们理论方法，我们通通遵守。守老师教戒之法啊，所以说到持戒，千万不要想到那个意思非常自小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就这记这么几条，管什么用？不管用啊。啊，这个几条是所有戒里面最重要的四条。啊，杀盗淫妄，这叫根本戒。啊，除这个以外，对我们妨害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所以佛所有这些教法，我们通通遵守，遵守老师的教戒。啊，除这个之外。我们现在还没到西方世界去，换一句话说，我们还需要跟这个世界一切众生在一起共同生活。那么先前这个世间的法律是维持秩序的，也是戒，要遵守啊。法律之外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这通通属于戒律，都要遵守。世间生活规范每一个地区不一样，每一个时代不一样，我们在生在什么时代，生在哪个地区，就要守这个地区现代的一些法规，我们才能够跟大家和睦相处啊，才能够处得非常融洽。我们的修学不会受到障碍，我们把佛法推荐给别人，他也欢喜，这叫持戒。忍辱是耐心，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有耐心，要有长远心，有恒心，有毅力。
我们的愿望才能达到，理想才能够实现。第四个是精进，进是进步，天天要求进步，进步要精进，精进是要专一，叫一门深入，这叫精进。学多了，学杂了，纵然进步，不叫精进，那不精进呢，就叫乱进，叫杂进，他掺杂不乱七八糟，这只是啊，所以那个效果啊，就谈不上，精进才能得定的。是念佛精进的，他才能得一心不乱的。你这个法门学多了的时候，决定有法害。所以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这话没错，可是人家前面还有两句，前面有烦恼无尽誓愿断的，你要先断烦恼啊，烦恼没有断，不能学法门。为什么呢？烦恼不断，所学的法门都是邪知邪见，它掺杂烦恼在里头，都是邪知邪见。这个事情，诸位如果很冷静留意一点，你就能觉察出来。无论是世间法，或者是在佛门里面，这个人在没出名的时候，人很谦虚，和蔼可亲，对人都很有礼貌。当他一出名，有了成就了，这个眼睛长在头顶上，谁都瞧不起，功高我慢。那是什么？他学的东西太多了，越学越觉得了不起，越学越傲慢，傲慢是贪嗔痴慢。你看，越学烦恼越增长。所以祖师教给我们的是经验之谈的，烦恼不断，专精一门。烦恼断了之后，再广学多闻。所以先断烦恼，再学法门。我常常劝同学们，先修一门。我们这一生呢，就专学一门，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再广学多闻。到那时候无量寿了，不在乎了。到那个地方，咱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是留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干。在这个地方没有往生之前，决定不干。为什么呢？怕障碍往生。所以在这个世界一定要专念阿弥陀佛。这个经教不懂啊，不该死。懂得多了的时候，麻烦多。为什么呢？你真透彻了，没有问题。不透彻的，佛在这里讲有，在那里讲空，或者到底是空是有呢？你的问题啊，越你经越读得多，这问题就越多。到最后的时候，你一事无成，这不如不学啊。别人如果来劝你，你就恭维他几句，我根性不如你，我的程度不如你，我只能念阿弥陀佛。你比我高的太多了，你那个法门可以成就，我决定不能成就。我还是老实念我的阿弥陀佛，能往生我就算很幸运了。我也不妨碍你，你也不要麻烦我，这就很好了嘛，问题就解决了。他听了也高兴，捧他吧，你高吗？那我不如你吗？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搞六道轮回，那我不如你吗？那么唯有精进呢，才能得定。定是枢纽啊，慧是目的，
啊，所以最后是般若智慧啊，这是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修持的六大纲领，我们要记住啊，也要应用这六大纲领啊，修正我们身心思想行持的错误啊，依照这个标准来修学，坚固不退啊，立志要坚，有进无退，这是文明发心啊。下面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这个两句很重要，这就讲我们平常用功的方法。前面十八愿，那是决定往生，增长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了解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平常应该怎么个念法？阿弥陀佛在此地教给我们，要一心念佛，这个功就是阿弥陀佛。一心念阿弥陀佛，一心就是专心，不能有杂念啊，功夫一定要昼夜不断啊，那这个效果就非常显著。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都是讲到一日到七日啊，这是真正讲念佛法门，专修念佛法门，我们通常讲大福气啊，大福气要用这个方法来念啊，所以佛七，现在我们看到许多佛七都是发挥啊，目的不是在念佛啊，说个不好听的，目的在消遣，无聊没事情干，消遣消遣，那不是真正念佛的啊，真正念佛这个七天就是一句佛号，不许可有一个杂念啊，所以进念佛堂就不能讲话啊，七天七夜不能中断，见到任何人不打招呼啊，这一打招呼这就掺杂了啊。七天当中吃东西是由这个护气的人替你准备好啊，到吃饭时候给你摆出来，你自己去吃，也没有人叫你，你也不可以叫人啊，这才叫念佛的一个道场啊！绝不是像现在打佛七念一支香当中要休息个20分钟半个小时啊，这一休息张家长李家短杂心些话，现在是搞这些，所以真正打佛七恐怕同学们都没有见过啊，而且真正佛七是事先要练习啊，这个规矩有没有？因为在佛七当中啊，法师不能讲规矩，一讲的时候就杂心闲话了，所以这些规矩的话，预先要练习啊，练熟之后才能参加这个道场，没有学过规矩不可以进去，因为进去时你会扰乱别人，因为这个时候不能教规矩。一句话都不能说的那么像我们在美国呢，找不到七天的这样长的长假，同样用这个方法念一天一夜也可以，
两天两夜也可以，都非常之好。啊，是在讲念一天一夜，这个比较上容易做得到。啊，一个月念一次，啊，这个效果非常殊胜。因为什么？他这个24小时，他全心全力专注在一句佛号，比我们平常三念那个效果要大很多。这是非常好的方法，真正有效。临寿宗师，我于诸菩萨中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国，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誓愿不取正觉。这个几句话也是很重要很重要。前面讲的我作佛时十方众生呢，他没有提出条件的。啊，哪些我来戒淫，哪些我没有戒淫，他没有提这个条件。那么换句话说，每一个往生的众生佛通通都来迎接。啊，所有净土经论里头要以这48愿为主。与48愿讲的不一样的，我们宁须愿信48愿，其他的或者佛有别的用意，对人家有另外一个说法的。啊，总而言之，48愿是基本的根据，最原始的根据。啊，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宪法一样，任何法令规章不能跟它抵触。啊，这很重要。啊，所以说佛决定来戒淫，我们一定要相信，决定不能怀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做阿惟越智的菩萨。阿惟越智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不退转。圆证三不退呀，就是不退转的菩萨是什么菩萨呢？通常讲圆教八地以上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地位，这是弥陀本愿加持的。